地上的白点是啥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我现在去那个法国菜场，发豪宅，整个屋能用的景就这一块儿，剩下的是啥？剩下你看，挺欧式的，但感觉能比你感觉能比你之前租的好点。来，你过来，给我关空调，给我叫声熟，叫声熟，不过分吧？你叫他对着空调叫声熟。我让你对着空调叫声熟。神秘癖好，对，红灯。你刚刚是叫你媳妇对着空调叫声熟吗？我让你对着空调叫声熟。你02年的，你确实。啊。好，回到了。我信。这搁哪儿的8米插排呀？里昂。不说5米插排吗？别留差评，你给我只是留差评，不他妈五米插排吗？这插排厂家，你对五米有什么误解吗？是不是买的是1.5米？没看到一点。你再看看，你没看见一点？2米也够了吗？我够个屁！感谢那谁给我刷的大炮车啊！一会儿跑法国去了。我刚才让衣服给我买了个耐克的那个耐克的包，衣服给我代购了。啊，都代购费是500%啊，这个明码标价。哎，怎么？哦，没听着，我刚接电话，你说啥？啊哈。是我现在 City Walk 知道吗？现在特别流行。啊？不过好像的确里昂没啥人。我等会儿。里昂的确没啥人。好了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说咋的，一会儿？啊，我说法国都没啥人，你没发现吗？法国有啥呀？有菜场啊，我等会去法国菜场啊，我要去当法吹了，我那个带大家看一下法国大生蚝卖的多便宜。啊，法国大生蚝，有那个东北生蚝大吗？那没有，法国生蚝不大的呀，就吉拉多嘛，那国内卖贼贵，一个几十块。我操，不冷吗？我操，不冷吗？你看前面那个哥们儿，上身羽绒服，下身小短裤，美国人吧？很美国。啊，这个标准美国人打扮。你看我清楚了一点没有？我现在使华为 Mate 60不要。Mate 60现在都用 X50，谁用 Mate 60啊？我 Mate 60不要。对，你再 Pro 谁用 Mate 60 Pro 都是用 X5 的。你这个跟坏蛋一比，灰溜溜败下阵来是吧？坏蛋哭哭那个 X5，他不是 Mate 60 Pro 吗？他怎么 X5 呢？他 X5 啊，他折叠屏啊。谁认识的？我也不认识。你说的玩意儿说的。红灯，快点来上点活。今天什么到上海了，然后接下来干哎。对，英嫂什么时候体检？我赶紧给她约了，我忘了，我操！英嫂，你今天礼拜几啊？后天呢？感谢韩龙哥那个大胡子。后天行吗？今天是礼拜几啊？我日子过混了，今天礼拜几啊？这跑车啥意思？咋的呢？怎么一辆辆？放假，大哥，放假。妈，韩龙哥跑几辆车啊？现在车都这么开了，哭哭的车队啊！啊！你在说啥？过完元旦。你在说啥？听不懂。这么玩了？听说免包。那要不就下周一呗，下周一去呗。下周一正好。下周一是不是放假？我看一下今天几号。下周一有可能放假，大哥。那就周二呗。行，我来，我约一下，我看一下他们什么时候空吧。反正那个叫什么，我来安排就行了，你不用管了。啊，你来安排。对啊，下周一元旦啊，大哥，元旦你不得陪老丈人一起出去吃个饭？我直接就陪老丈人吃饭。我人不在，我也没法给你媳妇儿那个，我给你订一酒店，你跟老丈人一起吃个饭，好不好？订一饭店。啊，我去，我跟老丈人过去住一宿。哦，对对对，有道理。不用，老丈人身体没好呢，能好了咱再跟他出去吃去，他现在搁家养病。刚回来，哦，对对啊，感谢钢铁侠的1、2、3、4、5、6，
哎，感谢钢铁侠，他妈还能现在跑车能这么送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能不能说句普通话？我听不懂。不是，现在跑车能列大队的了，滋儿滋儿滋儿这么过去了。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你这故意的。确实挺狠。我俩10分钟之前，大概15分钟吧，刚说的插排事儿，插排到了。完，我说我想整个小的加湿器，要需要鼻子干，呱就到了。我巧，这就是国内啊，这就国内。你就搁美国最快的。感谢痛风的也整6辆。好事连起来了，连成排了，好，感谢扣分啊！就是你们没感受过这种，你要搁美国下单，就是走它付费，大概20刀或者10几刀的付费加快递，大概也得2到3天。我操，这里的花好贵啊！这一盆东西要45块，这一盆花45，这啥呀？这茶花呀？可能是叶子吧，可能是不小是葱。这是。不是，你看这树，你这树枝买根小葱也就那价呗。这树枝一根3块，这什么东西这是？不是你那个叫什么？媳妇来我不在，我总归怎么得先得请吃个饭。你在长春我搞不定，你在上海随便搞。反正你回来的吧，反正这时间长着去呗。都吃吧，你今天吃啥他也不乐意吃，他啥都吃吧。上海美食荒漠，上海没好吃的。啊，行，你善财哥在直播间吧，让他那个把那个他那份给吐出来。上台哥没在，啊，上台哥没在。啊，让他把他那份给吐出来。善财哥说别的没事，他也今天回上海。啊，你吐完以后，你一年白播。啊，别整，一年都不够，还得带个周年庆，把你骨灰扬了。哎，这个华为播啊，真的是你们刷礼物啊，啥打字啥的，没有卡屏现象，没有突噜一下过去把你一下那个现象，而且字儿贼真的，真的我发现红绿灯，流畅性很高。我发现满大街就我一个人在管红绿灯啊，全部是红绿灯，红灯直接就过了，我操，没人管啊。等会儿了，我放那个礼物，这菜场停，马上到了，就前面那个玻璃房子就是个菜场。你走了？哎呀，风声太大，现在应该好了。什么走了？英嫂要走了，要回家了。哦，没事，你就今天晚上。他给我安排的地方可好了，他给我安排的地方搁他家马路对面。咋拿一望远镜直接看得到是吧？马路对面还有整个一楼。妈呀，监视，我现实大鼻子拉瞎的，啥用没有了，废人了。哎呦，菜场有点远，早知道打车来了。打车不舍得，前面一看打车要12块，1公里12块。不是，我印象当中你不是这么节俭的人呢，你是故意搁这儿是吗？没有啊，哦，好看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就是保罗·博古斯啊，是法兰西厨神是吧？法兰西厨神。什么是保罗·博古？不，就这个菜场，这个菜场就是用他名字命名的啊，叫保罗·博古斯，就是我现在这么说话，我俩一起说话的话，我声音会变小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啊，华为没有自动避让功能呗？华为不用自动避让呗？华为用手机不也可以哭哭压麦呗？是那意思吗？啊，然后这个对面就是保罗博古你说话我压你麦呗，是的，你假装换着压。没有啊，我现在不我就是正常说话呀。这里面就是法国菜场是吧？我就你呀，你上什么美国？你挣什么汇率差？啊，你就能刷我？你就那个，就这个广，就这个广场里面就是这个广场就是吃的嘛。然后这个里面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进去。你一口好肉吃好，进来了。你搁美国讲道理，这个菜场还挺干净。还得额外付100人民币的邮寄费，额外得打税，邮寄费下面还写着 business day， 懂不懂什么叫？哎，你现在那个鼻子好点没？感冒好了吗？压不住吗？啊，压不住，压不住。天，那不行了，还得配麦克，不配麦克压不住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现在我们就到了
法国小菜场是吧？法国小菜场，我们来看一下法国小菜场价格是什么样的。在法国小菜场卖熟食啊，都是熟食，互不干扰。哎呀，茄子啊，茄啊，茄子这个一公斤27块钱，啊、上面茄子上面放啥？蒜蓉茄子。啊，这是饺子，看到吗？意大利饺子。啊，意大利饺子39.9块一公斤。那上面写 dumpling 了吗？嗯、啊，不是，这你看呀、啊，这不是馄饨吗？这长得就是馄饨样啊，这个饺子。fragadino 是吧？意大利饺子。despacito。这个是啥呀？这大火腿43一公斤，也不便宜啊。那我本来都那个。网上说这里便宜，所以我在网上跑的。我这又生病又那啥的，我又生病又正好赶上那个，正好赶上刚搬过来，完今天也没查充电器，你们就多担待吧啊、嗯！今天可能就那个这个气死，就不正经播了。这个气死，今天一天舟车劳顿的，还坐飞机。你感冒好点了？法国没信号。我感冒现在就剩嗓子疼了，我等嗓子严重消消就好。啊，卡了。法国没网。卡了吗？法国没网。法国遍地都是穿西服小老农村人，天天吃大蒜。卡没了，号都卡没了。有声音吗？有信号吗？我不是你肉。有信号吗？有信号吗？有了，有了啊！来看一下这个大生蚝，你看大生蚝，这是多大生蚝多少钱？多少个？多大的呀？一盒是4公斤，连壳4公斤，4公斤是，哎呦我操，还真不便宜！谁他妈说这里东西便宜的？不是这生蚝，我这边看的这个一盒，生蚝也不大呀，我这没有，我搁那哪？是不大，是不大。没有，我搁那个，我不是这个，这个一盒，这个一盒是 N 二是128 ，N 三是116，就小一点的116，大一点的128一盒。一盒多少磅吧？4公斤，那、啊、你看4公斤。4公斤。啊，谢谢天冷送的飞机。8斤。啊，8斤100。八斤差不多就是。100多块钱一斤。9磅。100，啊对，116，完了便宜啊？不便宜啊，我在想着问题啊，这是不是说好的便宜呢？8斤也就20个呗，啊差不多，不便宜啊，谁跟我说这里东西不便宜啊？坑死我了，欧洲还活不起来。但是也别说那个，我刚才跟英嫂直接点了顿炸串。就感觉问题是，我跟英嫂点了顿炸串，就是一把签子，就是一把签子100来块。不，上海是贵啊，这个是实在话，上海从来是贵啊。干啥去了呀？肠子也不便宜，哎，你看看。点亮啊。这个香肠23块，啊！我操，这个过分了吧？这个鸡要20.9块一公斤。来，兄弟们点点赞，限流的，来点点赞，动一动。这个鸡，这天天欧吹也没了，美吹也没了，都不吹了。面对事实的价格，都不吹了。竟是那些那个来国都没出过的，哎，搁那瞪俩眼珠子，欧洲咋地的，美国咋地的，就是天天瞪俩眼珠，都是那些国都没出过，就干个那个溜边什么那个对个缝的啊，没事给人签个证，溜边对缝选手。啊，大哥，啊，这呱呱呱搁那吹劲吹劲的，不吹了，这物价不吹了，那人均那3000都挣不上选手，这物价不吹了，哐哐嘲讽你们没有？卡了吗？
衣服你画不动了，你画卡在机上了。没事，不怎么样。还5000欧，快别闹了，大哥！我要说3000不到，那都我都已经高说了，2000平均，还5000欧，2000平均，哎呀。他卡那不动了，我现在就卡那个速冻的那个机上不动了。我不动啊，再往里走。这全是法国老绅士，全都是法国的那个穷人老绅士，穿个马甲，整个30年没换的衬衫子，啊，整口大旱烟，完了往那一坐，整个小咖啡，吃个小面包，别的吃不起。英式下午茶。谁到了？那法国网还不敌美国了？好了吗？有声音了吗？有了，刚才卡了。刚才卡了，你看到那个机什么价格了吗？没看着，你刚才卡那机上了。不要走。啊，那行，OK，我现在赶紧回那机上，那个机那个地方贼卡。我没说，他说的。那个鸡28块钱一公斤，28一公斤，我都吓懵了。咋的？那鸡是吃冬虫夏草长大的？我操，这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个鸡就头上那个老大机关，这鸡56.7一公斤。不是，这个鸡是怎么的？是吃冬虫夏草长大的，这么贵啊？不知道啊，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误解啊。你好，你看这是39块，38块有，还是 Phoenix 啊？是不是 Phoenix 啊？飞你个头啊，Phoenix！不是，你就你普通机，这是普通机吧？你看屁股还在呢，这普通机。没有，这普通机22.98块。看到了吗？还有50多欧的呢，还20多欧，50多欧，上面写的发 Phoenix，嗯，对啊。然后你看这是鹅。不是，你看这个鹅是28一公斤。哈哈哈。不是这个有点过分了，这个价格。可能是狮头鹅吧。你看这，不是你看这鸡腿23.7。不是它咋的？是有机的鸡啊。不是你再有机，它这个价也鸡的过头了吧？这个。有机鸡还是吃化肥？我不理解啊，就。你看这里鸽子39.8一公斤。不是他那个39.8，工资多少钱呢？你要这么看的话，不到5000，那根本活不起啊！我都懵了，因为我昨天还问人家那，你给我热乎气儿都给我蒙住了，往死里开，给我猛开，能。我问那个，你说你就在法国，你光光猛开，然后光光开车，然后开那个 Uber，一个月能不能挣个7000-8000？他说不行，法国那个。特别，法国，但凡有钱，他就把那5G 先铺上了。你说法国怎么的？没听着就卡了。不是法国，我上次问一个司机，问那个就是我那个包车司机嘛，他说他空的时候会在那个开 Uber。我说你开 Uber 往死里开，光光猛开，眼睛睁开来就开，熬得两眼珠子通红，能不能赚个7000-8000？他说不行，法国这边 Uber 扣税扣得很厉害，要扣20%多的税。那能挣多少钱呢？大概趁就你我跑得很累的情况下，3000多，到手啊。啊，就是跑得很累情况下才开3000多。对啊，因为你想，法国政府的公务员一个月工资就2000多啊。然后你想，马克龙一年年薪18万嘛。马克龙也吃不起那大公鸡啊，还是天冷吃雪糕的那个大跑车啊。
马克六你吃不起大公鸡啊？而且18万是税前啊，不是那个，你不是你别说大公鸡，你看这饺子能不能吃起？29.9一公斤这饺子，生的啊，不是做的啊，这生的。你这太贵了。没有啊，这就是法国贸市场啊，大哥，这就是法国里昂最著名的农贸市场，然后都说这里东西又便宜又好，然后我就跑这来了嘛。哎，怎么又跑回大公鸡了？哦，这是另外一家大公鸡，啊，这是另外一家卖大公鸡的。啊，看看是毛驴一斤价的，然后旁边那个，你看，46.5，哎呀妈，你这破网啊，你不行连个 WiFi 呢？又卡了。没带，这里面所有的 WiFi 带密码。你不想买一个鸡腿，完要个密码呢？不能退吗？你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有点卡。我说你买完鸡腿不能退吗？你买个鸡腿，跟他要 WiFi 密码，等你拍完播完了以后，完你把鸡腿退了就完了呗。哎呀，不过他法国这个甜品长得还挺好看的，你看看这甜品，多精致，价格也挺精致。不好意思，价格精致是我。你是没逛过中国甜品店吗？那中国就我搁长春刚出来。我搁长春这儿有山，下面是一间小面包屋，哪东西做不了啥的？那小面包有啥做的？哪个不有啥的？随便的一个。这马卡龙一个是多少钱？12个22.8，还可以，马卡龙还行。马卡龙2块不到一个。哎呀，巧克力。啊，我等会给你带点特产巧克力啊，看看这个便不便宜，便宜点给你带。大哥，你别带了。我那巧克力还没送完呢，到现在，这是男孩我都9.9啊，白吃，给他们都白吃，他们别吃。啊，我9.9给一份了，到现在还一盒没拆开呢。9.9太贵，哎，美国都是工业巧克力，狗都不吃。你看看这个巧克力多贵，每一片1.4块，就这么一片一小块啊，看到吗？补个光吗？啊，1.4一小个，我不喜欢，跟法国根本没，难怪没有法国吹呢，但有欧洲吹，那个整体吹欧洲，互联网上没有整体吹欧洲的吗？都没了。嗯？啊，我现在在的是里昂第一食品商店，妈的，这名字怎么起的那么中国啊？你确定它叫里昂第一食品商店吗？刚刚前面屋里面有个哥们说，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叫里昂第一食品商店。不是，一会儿不行你出去吧，不行你出去上外面，上外面播是吧？这也看不清个个数，字儿也看不见，是图也卡的不行，说话声卡一卡的。哦，好吧，我先下了，关了。不是，你出去上外面呢？先关了。不是太卡了，你们根本没听。我说你先，哎，那咋的了？人呢？那怎么给手机锁屏了？那锁屏能解决问题吗？一会儿要连麦，啊？一会儿搁哪儿呢？搁这里头呢？一会儿现在能听得见了吗？啊，嘎嘎清楚。那我估计也就只能支撑连麦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有点贵啊，我不理解啊。这个有没有法国当地，就有没有里昂当地生活的粉丝啊？你赶紧吼一声，咨询一下他这个。博古斯广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档次啊？我都看了怀疑人生了，太贵了。我看一下我能不能开这个视频能不能好一点。
那是我不敢玩，就是。啊，OZU 来了，OZU 来来来来来，法国本土小伙伴，帮我解释一下，这个这里为什么这么贵啊？那个鸡是就叫 Boulet de Bois，是法国最好品种的鸡，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卖，均价基本上都是要30欧左右。你像现在就是法国米其林餐厅里头也是用这种鸡的，就是星级餐厅里也是用这种鸡的。不是，他那边有好几个鸡的品种，就没有低于25反正的，我就这是27、28一公斤。我反正对，我这都是他那个不，啊，他那是这样的，他这个不害死的鸡分好几种，它有分公鸡，然后阉鸡，然后母鸡，然后还有阉的母不鸡。是，那你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国内不是鸡也分很多品种吗？有三黄鸡，有什么草鸡，有那个黑乌骨鸡，那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但是这个就是对，但这个就是只有过年的时候卖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啊，物理价，解。对，然那后像这种肉饼子10块钱一个也是正常价吗？哎，正好大哥，你帮我看一下这是啥馅儿的？我要整肉一饼，个这个饼。看不清楚。啊，看不清楚不重要，就这个肉饼10块钱一个也是正常价是吧？那不是，一般的话，肉饼的话，像牛肉饼的话，大概的话应该是20欧左右1公斤，然后它可以给你做成饼形。它不是9块9毛5 one pieces 吗？就一片儿是这个价。那这个物我价现在的换确成实，主咖看一下，这是啥馅儿的？这个鸽子鸽馅子儿，吧？鸽我子馅操，儿的。鸽子馅儿的饼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是里面是菜馅的，没菜有馅肉。儿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鸡肉馅的。鸡肉馅儿啊！我这都童叟无欺，素的荤的全10块。这的确是有点贵啊！就是你里昂的这个市场，你知道吗？这博古斯市场，这个是属于消费高的还是？因为我是看人家说这个东西又便宜又好，然后我就往这跑了。你看看这个羊肚菌要129块5100克。1295一公一公斤，这斤，价格10000块钱一公斤，疯了！这个价格，在对国啊，内羊肚菌，你啥羊肚菌都卖这个价格。吃点羊肚菌吧，衣服带货，带到欧洲发了。不是，这个国内就几十块不至于，你干的大概一两百块钱一斤吧，就差不多这个价。羊肚菌国内卖的不贵的，那个是东不西，贵啊，这个东西就国内鲜的更便宜，干的贵一点，但贵不了。羊肚菌国内2000要的啊，OK，那我吃那个是鲜的，但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商场你知道吗？就那个博古斯广场，我知道，这个属于消费贵的吗？应该怎么不算讲吧，我感觉就跟菜场似的。他其实算是中高档吧，就是这么讲的。因为他这个不就是你看这里有卖烟熏三文鱼什么的，他三文鱼卖的也不便宜啊，他三文鱼你看90块钱一公斤。对，然后这是有机的，然后爱尔兰的有机的三文鱼。我们那天早上起来，有一天刚早上起来，如果它是鲜的话，对，然后这是有机的，旁边那个野生的，野生钓出来的，野生的150欧一公斤。那它这个一价百格，五十。对，它这个价格比巴黎还要贵了。巴黎对的啊，话，野生的话也就是120左右。我都看懵了，这个价格，这个价格比国内都贵，不是比巴黎贵不贵的问题了。你从挪威进过来的三文鱼，你跑过来，你国内也没卖这个价呀。大哥，你想150欧，150欧这得1000多块钱一公斤，600多一斤，你国内也没这个价。挪威三文鱼没有这个好。挪威三文鱼是养殖型的，然后挪威三文鱼在这边才是，我不想说那个词儿，但是就是挪威三文鱼是这边人基本上不怎么吃挪威三文鱼的，挪威三文鱼啊，反倒理是解。最便宜的。就是你说的那个便宜级是吧？右啊，面不是这那个个就贵级是吧？就右面这个就是贵的，然后对，右面这个贵的，然后它都是就是小啊，农自己这养个的，对，这不鸡农专门养的。卡了一副。那你那啊卡啊，妈又卡了，现在卡。现在不好是一这点。不就是乌骨鸡吗？应该是。这个也不便宜啊，关键。啊，这个鸡都不便宜啊，22块。AOP 你看，嘛，九，鸡还有 AOP 呢。对，他们这边，你像这种鸡段，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，你看那个29欧、39欧的一，他们都是有 AOP 的，就只有那个地方、那个村子产的才能叫这个名字。哎呀，靠，别鸡都只有这个 A 村的才有，看着好高。
搞个甜品，搞个小甜品吃一。不，问题是他这里甜品也不便宜，你知道吗？这甜品，你看这个每个蛋糕11.95块。啊？啥呀？你看呀、啊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他那是上面的面包，面包11块，它是公斤吧？啊。嗯，下面的这个小样的应该大概是6-7块钱吧，可能是。哦哦哦哦，差不多差不多，6块钱一个。6块钱左右，对。敖吉，你搁法国一月挣多少钱啊？不方便说吧。到没到5位数吧？啊？到没到5位数吧？到了。到了，到了，那你肯定他妈绝对。你肯定啊 ，OZO 法吹 ，OZO 认证法吹。对，这个海螺丝军团里著名的认证法吹。不是，就是的确，就我在门口看他们，我在门口看他们做的那个饺子都很贵啊，那个饺子一公斤也要30-40块钱，30多40块钱一公斤。嗯，对，是的，那个是手工的，那个是手工的，然后那个手工的意大利水饺，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。咋了，大头鹰？这咋了？东北这市集卖的那饺子不是手工的呀？这不都一样的吗？那这里人工贵是吧？对，人工贵嘛，然后人工贵，然后新鲜的东西贵，就是工业的便宜。但是我到前面看那种肠，我到前面看那种肠，它也不便宜啊。均价要30欧左右一公斤吗？差不多30多。哎，关键这个生蚝它也不便宜，它这个价格是怎么看的？你正好帮我看一眼，我要搞点生蚝吃。它这个价格，它这个是一箱的价格是吗？上面这个100多肯定是一箱的价格。啊，那旁边这个应该也是啊，全都是一箱一箱吧？它这里放的不是一箱一箱？对，一箱一箱的价格，但是它应该有每12个一卖的。旁边有它，你这个它是整成箱，它旁边有开着的箱的那种的。不是，但问题是这个价格也够吓人的了。你看这个 N2 的价格要128，其实跟国内差不多啊。2号 Special Oyster， 对，二号128里面我，它大概这个盒四公斤一盒是4公斤。对。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了，太吓人了这个价格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按照12个，这是12个算吗？这个？这个应该是12个，6个或者12个，这个应该是我看一眼啊。如果对每12个是，如果你他给你开是18.8块，你自己开的话15.7块。然后这个是法国的，对，自己开15.7块，他给你开好了18.8块。他是12个这个价格还可以。嗯。啊。但这个是 Finnecraft，这个是多一个，那这个价格很，这个跟吉拉多比起来，你这个就贵了。这是吉拉多，那这个是吉拉多呀，对啊，吉拉多是39块钱12个，吉拉多的2号，2号的话，2号就基本上属于最大的了，嗯，很少有1号的，就是号越小越大。哎，这个还行，这个3块钱一个。嗯，吉拉多在国，总算看到过，觉得对。吉拉多在国内几十块钱一个吧，嗯，对，是挺贵的，嗯，啊，高一点，行，嗯，就正好，那搞点这个吧，它这里有大号的吉拉多是，这个是，对，拿 N2 的是最大的，这个是12个，自己开33，他开39，他开吧，啊是，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吃啊？他会给你做好了，然后给你放在一个冰盘上，你可以拿回酒店也行，或者是。到旁边找一个，他不是直接就是开好了就那什么，他会给你放在一个冰盘上，你还可以点别的，他可以给你做一个小拼盘什么的。啊，可以，要就坐那儿吧，吧。嗯。行，那我先撤了，行，谢谢啊，欧弟。那不客气。